世界鞋业总部。整个后街特斯拉的第二个超级充电站。这里是属于湖景社区啊，这个是特斯拉的变电站，充电站的变电站。这个是世界总部的楼啊。看一下，逛一下这个商业街。好安静啊，没什么人啊，疫情的原因，东莞现在就开始散发式的疫情爆发了啊。吃快餐了，就是在这里吃快餐。好像这里唯一的就是两家快餐店了。这里的商铺基本上都关完了，没生意做的。空空的，静悄悄的。外卖大哥，躺平青年。全部躺平，全部躺平。全部躺平，继续躺平。
太可怕了，那么好的地方，这上坡都没盐。实体店也太难做了吧。租两家卖皮雕的，湖景社区啊，办事处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世界鞋业总部。没人。没人，人不知去哪里了。